们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接客啦，伊拉下面马赛。哇，太贱了！这才是最刺激的一场啊！来，在进来之前呢，有先请观众呢，愿意呢体验入店的人呢，已经有写的纸条呢放在我们今天这个箱子里面了啊，所以等一下抽到了哈，会有这个座位数，座位的号码以及你们的绰号，请勇敢的承认好吗？敢丢就敢承认，勇敢的承认好吗？对，不要这样啊，不要！然后旁边朋友说就是你啦，就是你啦，这个戏码不要再上演。我预设很有可能有这样的戏码出现，不是我写你好不好？这样好厌世的主持人，对对对，先把他很害怕大家抗拒，对，很害怕大家抗拒，可以，那我要抽喽，好，我让来宾抽好了，来，那我抽到康康喽，怎么可能是我啦？怎么抽到康康？哇靠，你赌神啊你！来是几排几号呢？啊，这有什么好哈的？谁啊？七排四号，董董。董东有吗？七排四号的董东，董东来，请上来，欢迎董东。伊拉塞马塞，耶马塞，耶塞马塞，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请走这边，来，请上台，您、欸、哇，抽到抽到一位女性朋友，你好，你好。南公关店真的抽到了女性的朋友了，请坐，请坐，是我们的荣幸。你好，你请坐，你请坐，来，董东小姐，请问贵姓呢？姓董吗？改姓了。哦，改姓了。改姓刘，那你绰号也改一下吧。那我叫柳刘。哦，我以为你叫刘董。等一下，我想说，老大，我还以为这么做效果的，你知道吗？那今天就叫你刘董了。老大哎，今天老大哎，刘董呀，刘董哎，加固不快啦啊啊！刘董平常是在做什么样的产业呢？原本是社工。哦，社工，社工，那最近有换转跑道吗？去科技厂，真的是刘董啊！真的是科技，社工抽到刘董啊，开了一家科技公司这样啊，辛苦了，科技厂应该蛮辛苦的吧？嗯，还好，还好，果然是刘董嘛！你看没有那么辛苦了，不会聊天呐，根本不会聊天嘛你们，不用等着吐槽而已。所以是在科技产业上班，对，不是技术人，是属于行政人员吗？问太细了吧？他是刘董，问太细了吧？我现在还问他实际的工作内容，一天早上八点进去，更细了啦。你要面试是不是？是属于就是行政职吗？还是测试人员？哎、欸，等一下，测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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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知道了哈、哦。好的，是不知道测试人员测试测试什么？对啊，测试什么？怎么测试？是现在测你们现在在测试他的耐性没有错，你们现在就是测试人员了，被测试人员是像 IKEA 那种椅子这样测试压力的那种吗？两万次压力测试，测试电路板。压电路板不是压，不是没有是踩啦，南工踩，是踩电路板，很坚固哦，还是贵电路板，老公贵电路板，为什么知道？贵算盘吧，哦，电路板，测试电路板，所以是在台北哦。科技的话在新竹吧，桃园啊，桃园，全错，他讲实话都讲的像是丢出一个笑点一样，嘲笑我们一样。在桃园好工作、今天呢其实我们是上来呢问他就是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讨他开心的、对不对啊上面有写到感情上面请问感情上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状况吗或者感情怎么了困扰之类的分享你能分享就好了好发挥一点、就是交往多年男朋友然后就是去年分手了所以今年是第一天嘛哇昨天哇不是去年去年有一整年偏偏要选昨天哦我你还停留在那个老笑话里面不是也合理啊对想说 对他那个说法会觉得是不是昨天都分手了难过之应该不是昨天吧不是啦不是前天啦你吓坏我了你要一天一天数回去是不是你要让他回想那个难过去年的时候分手了那今年呢有想要就是找新的对象吗有想找新的对象所以你现在最想要的感情状况其实是找新的对象讨好我的讨好你的他想要先满足那种被男生喜欢的感觉哇你今天的门票今天这一个花的好值得、这个没有什么话讲了、没话讲对太直接了吧 对, 对, 对他也没话讲以一个粉丝来说你讲的也真的是很勇敢很屌
各位男公关，讨好我，这是最直接的。对，但是因为他是有点难过的嘛，对，在这个状态里要被讨好，疗伤，有点疗伤，疗伤系的感觉，疗伤系的讨好，哈，小屁啊，那这样男人，你们要表现，你是男公关，可以变成什么样理想男人？就是主动讨好系的那一种。那我们主动讨好退场系的，给他看一下，这样男人长什么样子，可以吗？我要回去想一下。不要不要。不准给我愕然，不准，全部不可能愕然。来，你舒服的等。所以什么角色都能当，就是不能当他的男朋友，不然会让他触景伤情。新男朋友的话可以，也可以啊。嗯，哦，或是追求正要追求他，或者是正要出现在他生命当中，这样出现在他生命当中，或是他来店里面，你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啊，就是昨天嘛。昨天董东就来到店里面嘛，哦、一个人嘛，我们假设一个情况，这样你会比较容易有，就是看到戏有入戏的感觉、嗯，因为我们总不能把你真的拉上来嘛，对不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所以好，那我董东咯。嗯怎么突然讲一个冷笑话呢？不是，我怎么说什么是冷笑话呢？好，董东了哈。对，我想说来做一个董东，让你们可以董东嘛，对，让你们董东，这才是冷笑话。那你唱一下新年的那个咚咚咚，不准叫他唱，不准唱。老了，那讨好他了，成功了。不是这样，好不好？超了，下一题。人家没有全场说笑话，好不好？来，试看看。啊，你是咚咚吗？现在啊，还不是。等一下，我再准备一下。巨大化的。那刚刚那是谁啊？为什么会突然跑出一个？而且为什么只要讲到讨好，你的起手式就是啊？董东，请问你刚洗完澡而已吧？如果我模仿你哪一个部分，你觉得那不是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说一下，叫他阻止我好吗？对，好，那我开始了。这什么传记电影啊？啊，这部分，这部分吧，这部分不是吧？这部分不是，他没有，他刚刚上台绝对不是这样，很难呐。好，你是巨大鸡吗？自然化啊。啊，今天来到这家店里面啊，去年没有一个新对象，今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新对象，可以讨好开心，多过一个开心的。对啊，去年跟男朋友分手了。太多单身的人了吧？越来越多单身的人了。你也分手了，好姐妹。对啊，来这种店就是希望有那种帅哥。懂。只剩一个候选人了。只剩一个候选人了。糟糕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去哪里找这样？没有啦，我是萌萌啦。你是懂懂，我们懵懵懂懂的，烂透了，烂透了！有没有帅哥呢？对啊，帅哥在哪里？有没有人可以讨好我们呐？我们没有帅哥，可以讨好我们呐？有人可以讨好我们？有帅哥呢？帅哥，干嘛？早餐店是不是？早餐店啊，帅哥，哎，萝卜糕啊，萝卜糕，对，萝卜糕，还是萝卜糕？我的萝卜糕在口袋里，等我一下，薯饼。欸、我想要请问你啊，嗨，就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其实你一直想要主动，但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主动了。对，太主动了吧？对，那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萌萌啊，萌萌，站起来，萌萌，好久，站起来，萌萌，赤壁，小鹿啊，刚出生的小鹿，对，我是董董，我们是萌萌董董，你们是一个组合啊，对，我还有点湿湿的，不要介意啊，湿湿啊，你要讲这种声音笑话，不是我刚生出来嘛，因为有刚生营出来吧，胎盘，你好，帅，你们想要干嘛？啊，我们想说跟你认识一下啦，认识一下，对，你觉得我们两个哪一个让你比较有，反过来了吧，对，完全反过来了吧。你好，不主动哦。对啊，你主动一点吧，不然你觉得？那里好像有一个比较有钱的，有钱才比较有钱的。怎么了？狮子会的会长。这个我是刚上任的狮子会会长啊。他是康复社的社长，想认识狮子会的会长。对啊，我们的社团应该很相近啊。相信我，相信你，这辈子。我都会让你站得好好的。哦，原来你就是个支架而已。你的脚没有力没关系，我会一辈子当你的支架。像手机支架一样，要一个短短的东西。而且我的肩膀刚好就是你的支架。哦，不好意思，这样只是在抬一个受伤的人而已。这是在打我才是董董，你现在照顾的是萌萌，萌萌，董董，你知道？你等一下。你有没有感觉到，董董？这个不是吧？这不是你们做的事情吧？
这就不是他会做的事情。让我感觉你的动动好不好？两声而已吗？动动动动动动。变成双关谐音就不好了。动动动动动动动。对，这个他不会这么主动，他这么主动就不希望人家来主动。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时间到了吗？是我兰教。那边是麦加的方向吗？方向好不好？麦加的方向是不是？请在地毯上好吗？我刚刚懂懂不行，是不是？还是你才可以是懂懂呢？你想要谁是懂懂没差吧？赶快去讨好他，再试一次就好吧。再试一次，主动出现能够讨好他，让他开心的男人出现在男公关店里面，这很合理吧？我们直接讨好他怎么样？可以，真的吗？好好，请，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哦，不用架起防御范围哈，不需要吧？好，我裁判随时都在中间，要分开我就会说分开哦，不然我先好了，哎呀，我来讨好他一下，干嘛？干嘛？开始，我需要相扑了。是什么？他的。没有没有，就是他有危险的时候，我要马上把他分开这样。好了，你不用啦，你刚刚不就这种角色吗？我是守门员啊，你没办法球拍掉吗？色情守门员，来，请追。色情守门员，他绝对没有那种东西吧？中华电信色情守门员，他最不需要那种家长的。哎，请，小姐，不好意思，请问你一个人吗？对。那可不可以认识一下？怎么认识？请你喝一杯，我也喝一杯，这样子。好，可以。那到了 ，whisky 可以吗？加水。那你就冰块加水。那还叫做酒吗？要不然换我来试试。不好意思，这杯酒太冰了。我帮你加温一下。冰水。哇哦。我帮你融化他的冰块。等一下、哦、，OK， 那只手虽然说只有董董看得见，但非常不舒服。对啊，你做的很漂亮哦。他大拇指是这样子哦，没有人看得到哦，但是超级不舒服的哦。为什么？怎么转的、啊？怎么转的、啊？我在下面摩擦生热、啊、哦。这杯他是手指戳进玻璃杯，在转那冰块，太厉害了。来，请用。啊，我们一起好了，啊、小姐，我觉得它加热的不够。哎呦，开始抢了。这个三八臭臭锅的那种酒精灯，这个东西啊。加这个、太诡异了吧？可以吧？那我帮你补点酒精膏，等一下。萝卜膏补酒精膏，少了点大肠，等一下。不对吧？那怎么能少了香菜呢？香菜。我不吃香菜。啊啊！完了！你们不懂懂懂啊！西追，是谁加香菜啊？我。西追傲，西追傲，康康获胜了。西追傲，西追傲，西追傲完康康傲，康康傲。太老了，这节目直接好起来了，冬奥吧。啊、哦，对，所以康康是最后获胜者，康康赢了，还是西追？这么简单就获胜了吗？阿亮没有。哇，你记性真好啊！我跟你说，我本来没有想要提的，我想说救你一下，但没办法，他太雪亮的眼睛。你们刘董都说了，他太懂了。嗯啊，这位漂亮的小姐啊。那你来这个店里的话、啊、不用担心，我来帮你。帮你什么？包天的，帮我请。他在坝里面吧？人家在楼下，人家他在整理东西啊。他在找，他找找好久啊。啊，包天的啊，包天的，走啊，可以帮我请这位小姐，买单吗？买单太失礼了，先把他赶走啊，先帮你杯酒吧。他太难过了，让他先回家了。话讲回来，脸是闪现一个。你要叫我买单吗？你确定吗？这样没有办法开心。她、哦、不是这种女生，那没关系。所以我们三个都已经就是做讨好她一次了。嗯，那接下来啊、哦，我要问一下她其他有什么其他状况、哦？感情方面的话，哦，大概就是我们人才大概就这样子啦。等一下，人才大概这样。不要瞧不起我们，爸爸长，你要训练我们吧？欸、有，我正要从其他方面训练你们。哦，是感情上面的困扰、哦。对，所以没有办法了，就是感情上的困扰，但是。如果好，如果假设遇到前男友的话，哎、欸，要证明过得比他好的感觉，我觉得证明自己很好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可是我们是演前男友呢，对，前男友过得比他好不太好。不是，你们要人演董东，我们是董东，哦，我们是董东啊。然后当你们看到前男友的时候，如何表现出过得比他好的感觉？我懂了，我懂了，懂吗？懂啊、哦！不要，我没有在讲那些话，我真的懂，我真的懂。他的名字一直是好像好像好像，我真的没有在讲。OK 吗？应该 OK。那我懂东，我懂东。坐下。Hello。啊，视而不见了，视而不见。Hello， 不好意思，我刚刚
这杯酒是我刚刚帮你点的，西班牙原产。你在读上面的包装干嘛呢 ？Hello， 嗨，宝贝还好吗？等一下，我刚刚去了一趟厕所。有个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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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怪人。他谁啊？很帅的怪人。他谁？我不认识。你干嘛呢？骚扰？他是你表哥啦。哦，好复杂血缘关系哦。他是你表哥。出现了，会这样，会这样直接说出来了吗？等一下，表哥，嗨，不要随便动我女人好吗？哦，我不知道他有新男朋友，不好意思啊。哎。说话，我结束了，结束了。哎，我只觉得你们刚刚好像要发展些什么吧？是啊，是啊。哦，好，那来，不要跟着我们好吗？等一下，你很有钱吗？啊，你有比我没有？没有啊，没有，还这么大声。这身西装借过来的，怎么样？借的。我不止帮你买一套新的西装，我还帮他买了新的情趣内衣，然后今天的所有餐点，哎呀，的单。AA 制可以吗？不可以啦！为什么回到这个 AA 制啊？这不像是 AA 制的开头吧？这样没有比较吸引人哦，过得很糟糕吧？董董，这几年来都过得更好了，所以对、啊、所以、对啊、不需要你。去年可是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的？刚刚，刚刚，那关你屁事啊？那刚刚那些有什么幸福的事情关你屁事啊？不是啊，是我新男朋友刚刚。啊！刚刚。对对我是在问名字，不要讲癖好。啊哦啊啊！结束，害羞了，太羞了。我回来，我痒痒。不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那红牌，干嘛？红牌，红牌。我来猜这个红牌是。这不行，这不行。没有，没有，那个真的红牌了，好不好？他的癖好是刚刚好的浪漫。对啊，刚刚我是这个意思，没错。刚刚好浪漫，所以我在叫你们大家回来啊！你们在紧张什么？好，了解。好了，那你不要再烦我们了，好不好？你现在是要跟他走的意思吗？因为他好像比较会……对嘛，宝贝，我觉得哦，你的眼睛现在才稍微放亮一点，跟我比较好，不要跟那个家伙。我觉得我要不矮，我要跟你复合。我一点都不矮，我要跟你复合。复合，你们完全没有让董董更幸福，你知道吗？他就是回去找了那个错误的男人。复合了，董董，复合了。但是你可以找一下下一个叫刚刚的男人。你找到那个刚刚的话，可能还不错。我以前在刚刚，刚感觉蛮好的。刚刚的感觉。你问一下前男友有没有表哥好了，可能会找到刚刚在哪里。等一下，要幸福一点吧，要幸福一点。那再试试看吗？试试看吗？我一定要让他开心起来啊！你要让他开心起来。当然了。你还想要试一下是不是？当然可以啊。好了，那最后呢？最后，因为你实习入店嘛，就是我们也让你体验一下真正男公关在服务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服务。那因为你第一次来。对，那我就当就是你的好姐妹。等一下，你看起来不像吧你？第一次来这个店里面，然后这是我很熟的店，好，然后他一定好好找来这种店，你放心。好，哎，男公关，是，开心了没有啊？哎，跟我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新朋友，刘董好，刘董好。什么刘董啊？叫那么难听啊？是刘大美女好不好？刘大美女好。赶快再讲点好听话，讲点好听话。哦，我觉得你比你旁边那个美多了。好听，好听。Bitch， 看到了没有？最会讲话了。我觉得你可以帮旁边那位点一个吃东西吃啊，不然点胖老爹好不好？胖老娘吃胖老爹。你说什么啊你？我也是消费者哎你哈？可以。再对他讲点好听的，他今天心情不好啦。好了，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哦，所以这个世界可以毁灭了。哇、哦，太会了吧！耳朵都要怀孕了、耳朵生产了。我靠！你是耳朵生产了吧？耳朵生了什么东西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那种干话的话还有啊？干话是要讲真话，真话。我没有说我是干话，你要说干话。打预防针哦！你太坏了吧！因为我们有个漫才就是这个标题，我情不自禁大舌头了。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当然来啊！哎，这个刘大美女啊，你是不是台南人？应该是吧，因为你看起来他看起来很甜，他看起来让我讲完，来自凯拉，让我讲完，没有这样破坏气氛的，坏啊，哎，坏爆了，给他取消了。我来这边花钱了，老娘拽。是啊，超拽。台南人看起来好甜啊，但是我是台中人，钱拿出来啊，人家还用枪啊，火箭炮啊，抱歉，男朋友吧，滚啊，有没有？还有什么？那不然来试一个看看好了。哎，
刘大美女，嗯，不然来帮你取个绰号好了。我帮你取个绰号，什么绰号？来想一下。董东怎么样？一样，就是刚刚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原本就是了。懂你懂我，我懂你的心。哦，你以后都要这样叫他哦。你以后再叫他一次，再叫他一次。懂你懂我，懂我懂你，对吧？对吧？你是不是搞错他的绰号？你也给我辞职，懂来懂去的，你也辞职吧你。懂你懂我懂。忘记了，好了好了，帮他接风洗尘一下，端个什么吃的上来好不好？端个吃的，端个好吃的，有没有好吃的？来，这个我们店里面的招牌啊。哦，是口水鸡。不要吐，不准给我端到口水鸡，别的好不好？别的有没有吃的？很浓吗？这是啊，这是哦，等一下，吃土哦。破梗，你被破梗了，回去吧，加油喜事。哇，三中关键屠杀啊，抢夜机嘛，这真的是搞笑界的屠杀跟南公关界的屠杀啊，火箭炮来了，请问这是、等一下要帮你，你的背可以躺在上面可以滚到瑜伽桶啊，对，不能吃，但是可以让你很舒服，可以放松，可以吃的比较开心一点。我好想要用这个打你啊！先不要，做得到哎，先不要，我又不是城门，惨案哎，我在看到一个搞笑界的惨案哎。那这个刘大美女，那要吃东西的话，对，推荐披萨。啊，披萨啊，披萨的话，我们这边五个人，那不知道切几刀，不然切成心碎的形状可以吗？他已经够心碎，你要心碎的形状，不行啊。最后我帮我好姐妹开瓶香槟，好不好？来个香槟扣，好不好？哎哦，香槟扣。对，我开个香槟，总要香槟扣吧？好啊，没问题啊，香槟扣怎么扣呢？让他开一下香槟扣啊，来节奏这样子，啊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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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很寂寞。我就开着跑车带你去逛逛，逛一逛，逛一逛，阳明山交流道，峨眉立体停车场，太远了吧？在西门呐！阿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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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帅。虽然店长的额头有点反光，但是你喝完酒之后可以喝一碗汤，太值了，好不好？喝完。阿帅，阿帅，来到我们店就喝了一些酒啊，记得要叫代驾啊，不要自己开出停车场。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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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对，不可以，对，大家小心，不要酒驾，不要酒驾。对，我们在最呼吁的事情，先倒。阿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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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康康下面一大包，看到。我们看到像眼睛吃辣椒，吃辣椒是好事吗？是希望今天把它带回家，吃辣椒当叉烧，希你的钱包里面最好有几张大钞。哎呀，好了，那么今天呢，感谢你来，太难了吧？体验我们这个入店啊。很显然他很失望，看他麦克风已经拿到锤成这个样子。对啊，好姐妹是不是也要？可以自拍吗？我们稍等可以自拍。对，现在可以自拍一下哈。哦，麻烦你。对，那我们在自拍之前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这三位男公关呢，有没有你比较属意的哪一位呢？你可以点台，今天可以点这个台。刚刚的表现，你可以挑那个、你觉得真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那一位。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最好的男公关了。我们这家店打的就是不知所谓的男公关的感觉。不知所谓。评分标准哦。西追好了。西追，恭喜西追。来，这个男公关啊，西追好，来帮我们贵宾戴上这个他体验入店的花圈好吗？哎，这个花圈是不是夏威夷的花圈？干嘛？怎么了？你要献给他，你要献给，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他好不好？他好不好？他先试戴一下。好，我们恭喜我们西追成为今天最佳男公关。恭喜。